杨紫新剧《蜜汁炖鱿鱼》上演计算机天才，搭档李现 CP 感爆棚，童星出身的杨紫如今更是大火，戏里演技爆表，戏外逗比可爱，网友们不免被这位搞怪女明星圈粉，如今又因为她的香蜜大火又收获了一大批粉丝，在剧中的演技也会令很多网友深深折服，也有网友表示香蜜中是我看够杨紫和男主最有 CP 感的一次。那么看了蜜汁炖鱿鱼的你们是否会看中杨紫和李现这对 CP？ 如今这部电视剧已经杀青，在剧中杨紫再次饰演学霸，作为一个计算机鬼才童年，这个角色还是有点像杨紫本人，是一个活泼逗比的软妹子。李现剧中饰演高冷电竞男神韩商言，在一次偶遇童年后被这位疯狂的萝莉狂撩，经过多次的相处，高冷的韩商言被这位小萝莉蠢萌的一面吸引，两人就此展开了一段相互扶持一起追梦的故事。杨紫在剧中的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小清新的造型在李现这位大哥哥身边更显得娇小可人，同框的两人更有 CP 感。虽然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玛丽苏的偶像剧，不过故事剧情是以电竞比赛展开，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主题，不知道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体验。李现的演技也是不用说，如今搭档杨紫不知道会有怎样的 CP 效果。李现作为一个90后男演员，从进入演艺圈也是出了不少作品，也是一个火得比较晚的男明星。李现进入广大网友视野还是从一部网剧《河神》中饰演一位行走在江湖各个门道上的小混混郭德友，很多网友也是被这个痞帅的角色吸引。如今这位高颜值男神又要给大家带来一部新剧，不知道两位演技高超的明星合作会不会更有默契。在蜜汁炖鱿鱼中还有一个高颜值帅哥，那就是因为小美好而火的胡一天，在这部剧中他也是一个计算机天才，作为电竞冠军500协作团队参加电竞大赛，